陈思思，我们来了。2016盛夏，浙江卫视群星闪耀，鹿晗、大张伟、艾拉、张丹峰、刘敏涛、潘玮柏、魏晨、薛之谦、张慧雯重返校园，体验最真实的高中生活。迟到了，入学考试，我竟然会算。2016，我去上学了第二季，浙江卫视强势回归。本节目由认真搞笑、低调冷泡的小明同学独家冠名。